这草地桌顶写着春的字样，就是咱传统在过年时会当看到的春啊花。现在在森林生活首都发展协会推广下，已经会当看到成果了。森林馆长李进勇嘛，专程来欣赏。这个春花哈，这春啊花哈，啊做了哈，拢非常非常的水哈，啊有的。这个只学了一个多月，但是啊，这个作品呢都非常的精彩哈。那么恭喜女性可以做春花会哈，连男性呢啊，他们的作品也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哈。啊，我们觉得哈，大家可以啊来学习这样子一个属于民俗的技艺呢，啊是很值得鼓励的哈。这利用传统春花会概念所衍生出来各项春花会艺术品，相当的水。生活首都发展协会理事长林秋芬表示，推动这项春花会学习课程，大家参与拢真。拥有某位桂林中找到自信，所以未来因就会继续来推动下去。我们朝向着这个文化在走，然后我们这个传统手艺，我是觉得值得我们去发扬发扬光大。然后我觉得我们这学员在五个月里面，我觉得会花了他们的财力，然后就是我们这些妈妈哈都很有成就，然后能够在这里学习。未来有些小区搁还袂成型的哈。买当来对比，就是在工课，哦，因为我感觉对这咱的生活啦，吼，艺术啦，吼，都当提升，吼，我看这社区做的这物件，吼，真正嘛是精致的。这桌顶的春花会是所有的学员利用三个月时间所展现的成果。指导老师吴庆仪指出，伊感觉这春花会手艺推动合适，是真正会当让学员有一个发挥创意的舞台。在大家在学习上的时候，他们刚接触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有点手会痛，可是慢慢的，像这一次这样呈现出来的成果，他们就会觉得。很有那个意义跟价值。原本一个简单的春花会，在大家脚手之下，看到真美丽展现。生活首都发展协会将会安排课程，麻烦有兴趣民众会当卡协会电话来查询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